你买菜。三十包红豆的，三十，三十啊，哎，三十。花得啦，30蚊啦。
the higher. Yeah, Paul. Okay, thank you.
DT by bird!
小了。
OK 啊。上刀坡、四十坡。三个都可以拿起来，水洗的，水洗了以后可以重复使用。好啊。你入厨房。啊。我买多少钱？没了。
对。这种650斤，这两个颜色，这个350斤。好，你勾一下，一半就一百。这一百。这两百，买一半就一百。摆不完。你看。一条99块，你不能够吼。对啊，你家己提。
什么叫节制的黑娘？告诉告诉谁啊？我没有啊，真的。我手机干好了，哪记啊？我把它关了，你告诉干好了，我手机干好了。我怎么希望了？现在啊，哎呀，转播了，我梦见出来都有新闻听，给他唱起来。有新闻听啊，真是。什么？Thank you.
快哦。开带刀的。大哥好，好，开高速的，开高速来了，哈哈，哈哈，Thank you.
我常常开玩笑，你买袖套不是因为戴袖套很流行、看起来很漂亮，所以我要戴袖套。抱歉，是因为我不戴袖套我会晒伤，所以我花钱买袖套，不管是买100块的、300块的、500块的，我要有真正的防晒效果。小姐，这个是紫外线，这个是测试款，这是你的皮肤，一半在外面，一半被我的袖套包住。有没有效？是不是防晒的？你们就自己晒晒看。紫外线照射为什么要戴袖套？因为会晒伤，所以你每天气象报告都会告诉你紫外线的指数。袖套如果没有品质，品质不良的，不好，会晒伤。小姐，你看。